它是吃这个羊妈妈的羊奶长大，所以它不吃草。所以这个羊奶比较嫩，那你怎么知道他喝牛奶呢？因为他买哦，他是喝羊奶。哦，对，你这个不是牛，对不对？吐槽吐槽，绿咖喱这个泰国话要怎么讲？干干胶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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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胶丸。我的发音很正确，不信你再听阿谦师傅再讲一次，绿咖喱的泰国话怎么讲？干胶丸，干胶丸。美味听后预防今天要推出的料理是绿咖喱迷虾河粉，由数十种的香料所调制而成的绿咖喱，搭配上滋味鲜美的海鲜，纯正的南洋口味，吃进嘴里啊，马上就能够感受到浓厚的热带风情哦。香料的口感是很吸引人啦，不过美食新语家前这边推出的香煎羊排蛋包饭也是实力坚强哦。鲜嫩羊排与白兰地奶油酱充分的融合，包裹着香浓气息的蛋包饭，这才是真正的绝品美食啊。我们的绿咖喱明虾河粉配上了香煎羊排蛋包饭，你想品尝哪一道呢？七、二、三，请选择。哒啦！绿咖喱明虾河粉3票，香煎羊排蛋包饭2票，哇，赢了赢了！哎，而且我刚看到中间的三位都是绿咖喱明虾河粉，那我们就先从旁边的那个双臂好不好？张天麟，来，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香煎羊排？没有，我的理由很简单，我不想跟伟人吃同一样。对啊，干嘛？你们俩不合吗？不合。真的？现场有没有记者啊？哦，真的大八卦哎！在双臂里面，两位饰演的是情侣。哇，在情侣一定是不合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其实小两口难免会有一些吵架。小两口都来了。双臂传说的这个徐伟伦，我比较喜欢吃泰国料理，泰式料理，酸辣，对啊，女生又喜欢吃泰式料理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刚刚看到摆在那边的一些东西，我觉得哇，好想吃哦。来，我们来问一下一直在窃笑的这个驼大侠。我的原因很简单，春天来了嘛，要吃一点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他讲到春天，就表示他有喜事了，他在怀春跟思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吃汤哥。又来，因为这是制作单位告诉我的一个秘密。他们说啊，你有贿赂制作单位，给他们一些钱，然后希望可以常常来我们的节目来看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常常来我们的节目，大侠别害羞，想看我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赶快回去接你的春阳吧，快去。前辈，对，那个前辈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受到干扰。对啦，前辈说的话不要受到干扰，前辈照顾晚辈是应该的。OK， 好，前辈来说一下，因为我不太敢吃羊排，因为怕会有羊骚味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所以就选择。又有咖喱，又有明虾，又有河粉，正点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就是第一次印象嘛，搞不好这个羊排煎出来会让你觉得一点羊骚味都没有。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凯蒂，我们的凯蒂，蛋包饭，因为就想要吃蛋包饭，可是我又很想要吃虾子，所以等一下有可能会改变。就是第一次印象，对啊，第一次印象，第一次还没有，我们还没开始煮嘛，因为现在很饿啊，觉得饭应该比较可以填饱肚子。哦，所以你刚没有吃饭就来。所以其实这是像我们节目最正确的，真的没错啊！你下班都有腰吼，就是要吃饭。你吃河粉一点都没有饱足感，对啊，而且就是滑而已，就是慢慢的融化，滑而已。河粉没有吃饭，只有口感，这个就只能臭骂你啊！好不好？马上来介绍我们这边的师傅，我们的师傅呢，他的这个厨艺泰式料理呢，已经有十几年的这厨艺经验了。那他的专长呢，就是我们的南洋咖喱了。哎呦，哦，他就是来自金汤匙的总主厨。要好好介绍一下，我们这边呢是做这个香煎羊排蛋包饭，要摒除所有的朋友哦对于这个羊排羊骚味的这个印象，所以一定要请到一个女中豪杰啦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的师傅，女中豪杰的，来自明星科技大学旅馆系的林明珠导。
为之前我们老师已经来过我们的节目，然后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热烈的喜爱，对，所以我们再次请到这个我们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这次要挑战高难度羊骚味的羊排啦。好，马上来进行今天的美味大对抗。哦，是。咖喱融合海鲜什么滋味呢？位于中泰宾馆的 Thai and Thai 就给你泰式咖喱海鲜的标准答案，来自泰国当地的食材，让来我们店里客人能享受到最道地的泰式料理。创立海鲜咖喱是店内最超人气的美食，特制的红咖喱酱是师傅多年经验的累积，当然椰奶柠檬叶更是泰国咖喱当中不可或缺，与凤梨果肉熬煮，与海鲜一起拌炒，真是太美味了。吃上一口新鲜肥美的干贝，酸酸辣辣的香甜口感，浓浓的南洋风味，让你久久不能忘怀哦。而绿咖喱虾更是餐厅主厨一致推崇的梦幻美食，泰国空运来台的绿咖喱，辣中带麻，让你大呼过瘾。寒阳的明虾鲜嫩够味，这时啊，如果再拼上一口清凉的泰国啤酒，那真是畅快舒服到了极点哦。最后，咖喱炒红鲟更是让人口水直流的料理哦。数十种香料所制成的咖喱泥，独特的新香味，新鲜有弹性的蟹肉，吃上一口啊，真是大满足啊！将法国面包沾裹上咖喱酱汁，香浓的口感让人仿佛置身在最热情的南洋岛屿。你流口水了吗？这三道招牌美食，你一定要来尝尝看哦！咖喱的故乡在哪里呢？当然是印度咖喱餐厅了。印度咖喱主要酱料是黄咖喱，但是由于是海鲜咖喱，在烹调上面必须加入适当的微辣绿咖喱，才能够引出海鲜的鲜甜，并且有去腥的效果。国人最罕见的当属香烧鱼头咖喱了。鱼头是鲑鱼头，油脂丰厚，用印度新香料煎到微黄。洋葱是黄咖喱酱的基础，店家采用数十种南洋的新香料，让味道更香浓，微辣却不呛喉。熬煮之后加入香浓的鸡高汤，让味道更为饱和香浓。随即加入了坚固的鲑鱼头，由于皮肉厚实，更能够吸收咖喱的香气。夹起一块鲑鱼，鲜嫩滑口，真的是咖喱海鲜的艺术哦。而加尔各答海鲜咖喱，由于地理因素，融合南洋各国的咖喱特色，更让人耳目一新。白虾、鲷鱼、花枝蛋菜，种种海鲜的甘甜，融入了凤梨的酸甜，椰奶的柔滑香气，让咖喱海鲜有最完美的口感诠释。咬上一大瓢，香气四溢，吃过的绝对让人意犹未尽，欲罢不能哦。最后再配上融合黄姜等香料的郁金香饭，真的是太美味喽！印度海鲜咖喱与众不同的味道，绝对让你耳目一新。这就是让蛋包饭迷不寒而栗的经典美食——咖喱海鲜。你能够想象金黄色的半熟蛋包住炒得软嫩可口的番茄蛋炒饭吗？那种诱人的滋味，任何人都能够异口同声地说，那就是蛋包饭。传统蛋包饭是用搅拌过的蛋汁倒入锅中摇煎，用小火快速的搅动，最后再迅速的将薄薄的蛋皮半熟蛋铺在番茄炒饭上面，形塑成橄榄形的椭圆状，一道国民小吃蛋包饭就形成喽。切开外嫩内生的蛋皮，底层包裹着香气四散的番茄蛋炒饭，大快多艺，每个都能露出幸福的笑容哦。位于西门町的这家餐厅，就是能够让一楼到四楼都客满的蛋包饭专门店。成功的从日本引进日式蛋包饭，来这里保证让你吃到最幸福的日式欧姆饭。饭一端到客人的面前，服务生立刻用刀子轻轻地划开蛋皮，让鲜黄滑鱼的半熟蛋汁流泻下来，口水也跟着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。日式蛋包饭好吃的秘诀在于它蛋皮的制作，四颗蛋的分量加上店家独特的秘方，让蛋液更为香浓，在煎的同时让生熟程度保持50:50。炒饭更是关键哦，白饭里面混合了奶油、洋葱、红萝卜、
以及口味清淡为酸的日本番茄糊，超人气的红酒牛肉幸福蛋包饭，鲜滑多汁的半熟蛋被肉质细致入口即化的牛筋肉包围着，搅和着牛肉的蛋包饭，好吃的让每一个人的人生观都改变喽。日式炸虾焗蛋包饭，周围是微甜香浓的焗烤白酱，香香酥酥的炸虾更让人食指大动，与半熟蛋的交汇更有着意想不到的美味哦。少见的日式麻婆豆腐酱蛋包饭，独特微辣微甜的麻婆豆腐淋在传统的蛋包饭上，麦香口味更是独到，少了花椒的麻辣，爽口清香，更让许多的年轻人女性顾客趋之若鹜，这就是让咖喱海鲜闻之丧胆的日本妈妈美食，台湾民众即将为之风靡的料理主题——梦幻蛋包饭。那帮我们介绍一下特选食材，就是我们的明虾。明虾，这明虾是哪里来的明虾？泰国。哦，纯正泰国，那么好肥的明虾哎！你看那个虾脑、虾壳、虾头多大？就我一根手指头这么长了，有没有？哇，还比它比我的手指头还粗。这明虾大概现在价值多少钱？一斤差不多800块。800块？那为什么会使用它来搭配我们的绿咖喱？因为它是用它的 Q 度嘛，它是新鲜的，配我们的绿咖喱。但是这个就很特别了，鸡爪。那先不要讲，先让大家猜猜看。佛手柑像不像？像不像？像不像？还有呢？谁猜得到？红萝卜，小时候。这看不太出来是什么东西。看不出来对不对？我们先让这个师傅来帮我们解答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纸浆。纸浆。姜。它是姜。哦，姜啦。但是它是像长得像手指头。好可爱哦。这是不是只有泰国才有？只有泰国才有。泰国才有。它这个味道是跟姜，跟台湾的姜一样。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哎，没试过吧？这个是泰国那个茄子。茄子，等一下，是圆的耶，对，这个是圆的，因为春天到了，所以有点圆，对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而且它好可爱，小巧可爱，哎，那它跟台湾的那个茄子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台湾是那种土色的嘛，有长条形的，然后也有这个怎么讲那个茄子形的，为什么它是圆的？泰国都有，它是品种有好几个。品种的，哦，很多不一样的品种。那这个的口感是怎么样？它是脆脆的，脆脆的。接下来换我们这一边，我们的明姿姐，对不对？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特选食材。对，好，首先要介绍一下。首先我们先介绍这个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个羊排，那今天我们选用这个羊排是纽西兰的这个羊排，然后它是有机的，有机饲养，哦，有机饲养。那羊排的它的那个口感特色，口感就是说因为它这个羊呢是蛮年轻的，它只有6个月，对，它是吃这个对羊妈妈的羊奶长大，所以它不吃草，所以这个羊奶比较嫩，对，所以它有分就对，吃草的肉质会比较黏，对，然后吃奶的就会比较软，对，比较嫩这样子。哦，哎，真的是有差别，对，而且它比较没有羊奶。那你怎么知道它喝牛奶呢？因为它买，哦，它是喝羊奶。哦，对，你是不是牛？对不对？也是 milk， 也是 milk， OK， 只是说一个是牛，一个是羊，一个是母，一个是没，不一样， OK， 它是喝羊奶长大的，对，嗯，那你怎么知道呢？啊，因为它买进来的时候它就有认证。好，那接下来再来呢，就像是这个迷迭香，好，迷迭香，迷迭香。那今天我们没有选用这个就是当地种的，就是没有用这个新鲜的，主要是我们用的这个是用草的，对吧？哎，没有新鲜，这个是冷冻干燥，冷冻干燥的，所以它的味道会比较香，而且它的颜色都还是保存。然后这个是德国进口的，德国进口的迷迭香，味道有那个草香味，草香味，对，草香味非常的清爽。那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有用这个是有机的这个鸡蛋，然后呢，它就是有就是很丰富的这个维他命 A 跟 E， 然后它是就是吃胡萝卜长大的，
强一点。对，所以这个蛋特别。那你怎么知道它是吃胡萝卜长大的？外面有血。鸡吃胡萝卜长大。对，就是因为鸡都是吃饲料。对对对。对不对？然后误会是不是兔子？不一定哦。所以这个打开出来，蛋黄是红的，跟眼睛一样，会吗？所以你今天才要选这个，你才可以试的，你老 taste。OK OK I know。那最后一个比较重要就是这个是，哎，这看起来好像粉，这什么粉？黄姜粉，就是郁金香粉啊，看起来好像咖喱粉的颜色，对不对？这是拿来炒饭用的，有郁金香的味道。有吗？我那是讲，你拿熬喵喵吧。哦，很特别的味道，对不对？鸡皮嘎喽起，都春天的味道都来啊！是不是有那种草香味？对呀，还有郁金香的味道。再配的迷迭香，哎呀，春阳出现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春天的感觉，就是这一边。哎呀，刚刚是错误了，这是错误了。我跟你讲，这酱料是用来搭配河粉。嗯，好香哦，很泰国，对不对？超香，这个子小小的，还比我小，有没有？应该是峨眉派的啊。应该是峨眉派的，不然手劲没那么强。哪一派的？少林寺。少林寺有一派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？绿咖喱酱。绿咖喱这个泰国话要怎么讲？绿咖喱。干椒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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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信你再听阿谦师傅再讲一次，绿咖喱的泰国话怎么讲？干椒丸。干椒丸。干椒丸。卖菜，卖菜，干椒丸。干椒丸在哪？干椒丸。干椒丸哦。球，这是绿色嘛？球是绿色，对。不是丸的，是甜的。丸。球甜的，甜的。哦，今天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泰语教室。来，有一点热了，我们加蒜。加蒜，好，蒜切末，对不对？对，爆香哦。阿谦师傅啊，如果像一般的主妇啊，在家里面自己弄那种梗条丸，自己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其实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放了蒜头，红葱头，香哦。哎，这个味道其实很台湾，有没有？很妈妈的味道。再来，这个是紫姜，算泰国威尔刚。哦，泰国威尔刚哎，各位观众，汤哥都是有啊。你需要啊？对啊，你怎么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了吗？我还是个硬汉呢。还有嘞？还有辣椒，绿辣椒，哎，好哎，绿辣椒，好切末，哇，哇，看这颜色好漂亮，五彩缤纷。还有青胡椒，青胡椒，哇，啊，不用磨，这样会不会有点这个小辣？会不会？不是小辣，小辣而已，所以小辣都是它，而且其实它辣有一种香气，因为它有放绿胡椒的部分。这个香茅。香茅，这个市面上也很流行这个香茅火锅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大的香料，大料。好，这个是柠檬皮，哦，就是我们刚刚那些香料都把它剁成碎碎的。这个柠檬叶。柠檬叶。香菜根。香菜的根，哦，很奇怪哦，它不是用香菜，而且还是用。做到这里为止，我一直认为是要给羊吃。不是叶子就是根，就是种子的这样。它现在只是做一个馅料的部分而已。哦。它待会还要提香，因为这些都是香料嘛，我们拌炒在一起是为了提炼它的香味。哎，香气都出来了，有没有闻到？有。我想泰国的菜真的非常在台湾非常受到欢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有那个虾酱。虾酱。哎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。我们加虾酱的这个原因是为什么？它香味，对。哦，也是要香味。虾酱会有那个咸味。有它的咸味香味。然后拌炒以后，对不对？拌炒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羊排呢先调味迷迭香，然后呢再加一点点盐跟胡椒。盐跟胡椒，对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说，其实羊排大家最怕就是那个羊骚味。对，那有办法去除那羊骚味，让一些不敢吃羊排的人呢，就可以这个很大胆的去吃它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步骤去它的羊骚味嘛。对，就是这个迷迭香呢，就是特别跟这个羊排呢就是特别搭，因为呢它的味道就是它的香气，香草的味道可以把这个羊骚味去掉。那再加上今天的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个羊排呢，它可能比较少羊骚味，所以我们再加一点点这个黑胡椒，
所以羊排像羊小排是比较属于没有那种羊骚味的那个，对，跟羊肉卤比起来的话，对，那因为这个肉呢是比较嫩的部分，所以你吃起来应该呢就是吃个这个三分熟就可以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这么狠哦，这么狠哦，啊，对，就是这样子讲，这么狠哦，味道。真的啊，那一般我们在国外我们都是吃三分熟，国外都吃三分熟，国内也要吃三分熟，就是我觉得五分熟以内的差不多嘛，因为有些人不太敢吃太生的东西，那如果说害怕就可以吃到五分。千沛是不敢吃羊肉，怕羊骚，而且我姓羊，姓羊的人不可以吃羊肉，是不是？今天听老师说吗？好像吃自己同类那种。那好险，我只是不能吃鸵鸟肉而已。那现在锅子已经够热了哈，那我们呢就把这个羊排放进去哈。哇哦！羊排放进去，直接这样煎的嘛？对，直接这样子煎。哇，一次就煎四片啊，吓死！哎呦，不用先用其他的放，哎呦，而且都很大块，对，有没有发现都很大块？你后悔什么啦？这么容易就变节，这样女人怎么会信赖你啊？我哥喜欢吃羊排吗？我又不后悔了。我哥你喜欢吃吗？吃羊肉吗？我很爱吃羊肉，很爱吃羊肉。那你一定会喜欢吃这个，它蛮香的，有没有？你看表面，嗯，对，所以它现在已经上色了哈，对。那它在上色之后呢，我们就是煎上色之后呢，然后把它丢到烤箱里面就可以了吗？对，把它稍微烤熟一下，因为你煎上色它只有表面上色，对对对，都还是生的，还是生的，对，所以呢我们就先这样子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丢到烤箱里面，大概上下火200度，然后烤个10分钟这样子，上下火200度，然后烤了差不多10分钟。哦，哎，千沛，你有没有闻到那羊骚味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没有，就是闻到很香的味道，很香的味道，完全没有羊骚味，对不对？那个伟伦，伟伦，你敢吃羊肉吗？敢啊，敢。你平常有在吃吗？有，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羊小排应该也很适合双臂，香，好不好？谢谢两位。传说，我们现在介绍河粉，对不对？对，河粉的酱，这个酱。先开火。哎，阿坚师傅，你每次哈那个头要低下来的时候哈，先讲一下，要先提醒我，因为已经打动我两次了。来来来，好，我们先热锅。那我酱别变。哦，也可以啊。哎，好细心，好体贴的师傅，真的。师傅你笑了。哦，你笑真可爱。好。沙拉鱼。沙拉鱼，沙拉鱼来。红葱头，红葱头，一定要的红葱头，红葱头要先添汤哈，来，红葱头的这个香味最能够勾引人家的这个食欲，对不对？嗯。还有先菜末，菜末，香菜末，香菜末，刚刚是香菜的根，对不对？好香啊！哎，好香，真的耶！好香，我要来泰国。它会对身体怎么样好？它是女人的话就是漂亮，啊，真的很水。水男人的话越来越帅的，水大有。哎，今天师傅真的很特别，就是为了女生跟为了男生设计的这个菜单。对啊，对，男生变变给，对不对？女生然后水当当。对啊，男女双修的必吃的一道菜。哎呦，别这样讲，不好意思。我说男生呢要修到自己变得很强壮，就要吃这道菜。我们阿谦师傅万万没想到会被我们两个说成这样。是啊，没有啦，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吃泰国菜。哎，对，真的真的。说的对了，很多在放什么？番茄酱，番茄酱，番茄酱，那是蛮特别的，因为它那个酸酸的嘛，大部分都是用番茄酱来提那个酸度，对不对？酸度还有其他的颜色，哎呀，颜色变红红的，好漂亮哦！还有这个泰国蚝油。泰国蚝油啊！而且说真的，泰国的什么鱼露啦、酱油啦，或者是油糕啊，都特别的好吃哎。还有。金山酱油，还有泰国鱼露哦，这一定要有的，红红的，还有泰国辣椒粉，哎，好耶，对，这会送，我跟你讲，河粉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泰国辣椒粉，还有，就放在旁边，那你自己可以拌，看你要吃多少。去泰国的时候有很多一碗一碗的砂糖。为什么要加砂糖啊？对，它有酸甜，酸甜，就甜度可以去调和那个酸度，对不对？而且加一点甜，好像如果说怕吃辣的，就不会那么辣，就不会那么辣哦。好，还有最后这个，这个好特别，罗旺汁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酸，酸酸，另外一种果实，它的罗旺子哦。
把它打成汁，所以叫做罗旺子汁。好，现在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我可以试吃一下吗？我们尝尝看这个师傅精心调制出来的这个酱料。这酱料是用来搭配河粉。嗯，好香哦，很泰国，对不对？超香，超香。哦，有没有很泰国？真的，这可以拌饭就好了。对啊，给我软白饭。来点白饭，或是来点宽一点的面条，面包也 OK 啊。法国面包，这张脸真是为了什么？这就是人生的味道，里面有酸、甜、苦，没有苦，只有辣，然后还有一点点辣，而且很重点是很香，真的吗？特别，你选择我们，你的人生就不会有苦这条路。如果你选择了加煎。那真的很苦，我们这边也要调一些酱汁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今天我们搭配的是这个白兰地奶油酱汁，白兰地高级白兰地奶油酱汁啊，奶油酱没听过，真的。所以呢，刚刚呢，我们用这个锅子来煎这个羊排，我选工地不洗的，对，我就是故意不洗，故意不洗，这个在残留那个羊的味道，对，然后等一下你这个酱汁才能够 connect together。哦 ，mix 在一起，对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先点一下火，嗯，然后呢，直接呢用这个奶油，好，那用这个奶油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最好看的。用这个奶油呢，把这个锅底的这个精华呢，先把它清起来。哇，好，再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洋葱呢跟这个蒜头呢加进去。哎呦，奶油在跳舞哎，真的。而且那个奶香味好香哦！哇，好神话的感觉。既然讲到神话，驼哥，要不要唱一首神话？不要再谈恋爱了，谈恋爱了，连晚辈都在抗议了，你们两位。你好像台中人哦。情人节已经过了。七夕，他们在过七夕，提前过七夕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。蒜头呢，跟这个洋葱呢，差不多都软了哈。那我们就再加上这个刚刚我们直接磨碎的这个黑胡椒碎哈。哦，黑胡椒粉对不对？对，哦，有一点像黑胡椒酱的感觉。哦，好香哦，那个黑胡椒的那个粉好香哦。对，我们呢就把这个鲜奶油呢加进去。哇哇哇！好奶哦。今天呢，我们使用的这个是动物性鲜奶油。那一般呢，我们看得到这个市场上有卖这个植物性的，是，对，所以植物性的呢是给这个甜食的这个料理使用的，那动物性是没有甜分的。哦，就是给比较咸性的。对对。甘梅啦，甘梅甘甜。植物也有奶。哎，对，哎对，他讲到一个重点，植物也有奶。对啊。你手在比哪里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植物也有奶哦，就是这个植物性的，是手势不一样咯，是吗？为何有奶呢？动物性的就是我们一般就是直接它取出来的这个牛奶呢，然后它经过加工之后，然后就变成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植物性的呢，就是在加过这个香料，香料一些东西，然后才做成的。对，那现在呢，这个动作我们就是在把这个锅子呢稍微烧热，烧热呢要用这个 VSOP 的这个白兰地 VSOP 啊，对，对，吃货的专家，好饿，哎呦。那这个白兰地呢，把它加下去之后呢，这个整个香气呢都会散播在里面哈。请问一下，你这算法国菜吗？对，就是法式料。法式料，我一直以为是日本菜，不好意思。蛋包饭哦，蛋包饭是不是？对，哦对，人家会觉得西餐也有蛋包饭，有不一样的浓稠度，而且味道又非常的浓郁。哎呦，各位朋友，期不期待？期待，非常期待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炒河粉。炒河粉，而且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河粉哦，不是一般的河粉，泰式河粉跟那个台湾的河粉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是用糯米做的。糯米，它比较 Q。比较 Q。那台湾的河粉呢？它台湾河粉是一般的，用绿豆，比较软，米粉。它用米粉做的，对，比较软。哦。先放一个蛋。我们是要炒蛋丝吗？啊，把蛋碎碎的，对，好厉害，差不多快熟就好。
快熟的时候，蟹肉，蟹肉，看到没有？到时候蟹脚了吗？好多，再跳，再跳，这整个蟹管的肉哎，真话很饱满，还有花枝，回鸡，这是一定要的，还有章鱼脚，花枝，花枝跟章鱼不一样，肯定我感觉像是章鱼花枝客，我们要找你来。对对，花枝跟章鱼确实长得不一样。接下来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海光子，是不是要吃海光子？要不要多一点？再多一点，师傅。哇，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？干贝。需要明虾吗？再放再放再放，明虾跟虾仁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。还要什么？还要什么？我们要拌炒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多料哦，好丰富哦。这道这个泰式炒河粉下来，你看准备料超有没有上百种？有。你从这个香料类到酱汁到咖喱，还有到我们的海鲜，我的天哪，我们师傅真是太专心了，真的。这个不用泡水就直接上下去了。这个有泡过水，已经泡过水了。河粉，哎呦，你看这个，哎，你看河粉多 Q， 嗯，有没有像不像像像不像橡皮筋？像，真的，你看它弹性多好，像橡皮筋不就咬不断了？那当然不会，它没有煮熟的时候是这样，它表示它非常弹牙。这是我们刚刚炒的这个绿咖喱的这个，还加两条，和两条这样，你可以信任我哈，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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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，要搅匀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够不够？师傅，这个酱汁叫什么啊？南帕泰。南帕泰啊？南帕泰，南帕泰。好了，好了，炒好了。那我们要需要盛盘了，对不对？来来来。哎呦！哎，大家闻一下那个香气。我的天哪，绝对不夸张，准备这一道料理竟然要准备上百种的食材耶！蟹脚、干贝、海瓜子、花枝，哦，而且那个酱汁特别的香，有没有？有那种番茄的那种酸，然后还有那种茄，干嘛干嘛？哎呀，哎呀，好辛苦，还要排盘一下。凯蒂，你离我们的这个绿咖喱明虾河粉最近，你有没有改变心意？有，马上变成这个。你是对的，女生就是要见异思迁，你知道吗？遇到好的就赶快换，墙头草，一定要当墙头草，不然吃不到好吃的。我选这一道。我不录了，我看医生，太冰了啦！啊，这个师傅还要排盘一下，很漂亮。凯蒂，你离我们的这个绿咖喱明虾河粉最近，你有没有改变心意？有，马上变成这个。你是对的，女生就是要见异思迁，你知道吗？遇到好的就赶快换，墙头草，一定要当墙头草，不然吃不到好吃的。我选这一道。要吃的时候哈，加一点那个花生，花生，花生粉，花生粉。甜吗？哎，对耶，香。你发现吃这个泰式河粉的时候，旁边一定会放一坨这个花生，对对对，让你自己拌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加上去，好，撒上去。哎呀，天林，天林，想不想吃啊？想。有没有改变心意啊？还没。喂。要多元化，好不好？要接受各国的口味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的泰式河粉。好，加州炒饭要怎么制作呢？干锅呢，然后加上这个橄榄油。嗯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准备呢，加州呢，顾名思义就是
阳光健康的地方嘛，也啊，所以呢，它就有很多不同一样的蔬菜哈，不同的蔬菜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加州葡萄呢也是非常有名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会放这个葡萄干进去，哎，好特别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些蔬菜，那再加上这个郁金香粉，所以这个味道呢，应该都是非常棒的。首先，我们先放这个红葱头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哎，对，这是那个进口的红洋葱，哦，红洋葱啊，葱，哦，红洋葱，对。然后呢，在这个火腿，羊火腿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四色的这个不同的椒，好，甜椒，四色不同的一些这个甜椒放进去，哎呦，漂亮，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甜椒呢稍微爆炒一下，哎，真的感觉就是春天来了，有没有？好清爽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加一些葡萄干进来，葡萄干，哎，我很特，我真的第一次就是吃炒饭，有没有？那加一些葡萄干，加一点点这个盐，加一点盐巴。然后呢，再加一点点白胡椒。白胡椒，对，哦，这次没有加黑胡椒，对，因为呢，我们就是这个是炒起来是金黄色的，对，所以我们不希望有一点黑黑的这样子颜色呢，会看起来比较不漂亮，对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就加这个郁金香粉，郁金香粉来喽，对，来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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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，漂亮。请问你学这个厨艺之前是学过美术？哎，对，你有没有学过美术？对啊，你跟他配色配成这个样子。不是，因为美食本来就是也有上过这个特别的色彩。看，我就知道。哦，专业。对呀，不然连彩子都这么鲜艳，你看。我不管你到底是跟嘉轩有暧昧的情愫，还是跟我们明珠老师有暧昧的情愫啊？慢慢会跟明珠老师。暧昧也太简单，就达到那个效果了。讲几句话就暧昧。只要你讲话，我们都觉得好，这个白饭下去了哦，来。哇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白饭呢，跟这个炒过的蔬菜呢，稍微拌炒过一下，变色变色。哇，你看，从白色它变黄色，就变成是金黄色。所以呢，在这一道菜呢，炒完最后呢，我们会加上这个加州很有名的这个almond， 就是这个叫做。这个是杏仁角，对，杏仁角。麻烦你中文也学一学。人家我们的明珠老师也有讲啊，对不对？也有讲那个杏仁角了嘛。哦，我这样我也翻不起来耶，你看力气多大。个子小小的还比我小，有没有？应该是峨眉派的哦。应该是峨眉派的，不然手劲没那么强。对呀、啊。哪一派的？少林寺。少林寺对啦。功夫啊！对对对，功夫菜。功夫啊！好，最后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加上这个凤梨丁。哦，凤梨丁，凤梨丁，有点像夏威夷炒饭的感觉。所以吃起来一定会有那种酸酸的感觉，然后酸酸甜甜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酸酸甜甜的感觉。好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因为羊排啊，其实就已经就是它味道很重，所以你不能再搭配另外一个更重的食物来去跟它相抗衡，你应该要平衡一点。对，所以要制造另外一个这个比较有清淡、比较这个有香气的一些味道来做搭配，这个整个套餐就会很漂亮。感觉这个炒饭好健康哦，很健康啊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撒上一些这个杏仁巧。哇，好香。杏仁角的口感是怎么样？它是什么味道？有点脆脆的感觉，脆脆的感觉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加州炒饭完成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一人试吃的时间了。在你们还没选择这个餐具之前呢，跟大家来讲一下哦。你们首先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冰桶，里面很冰，真的很冰。我是要告诉大家，要警告大家，真的很冰，好不好？而且每个人有30秒的时间选择自己最适合的餐具，没错，30秒哦，很久哦。你要给你1分钟，我可以给你1分钟，个人2分钟。我会给你们加料。来的举手好不好？好，第一次来，那就是简单是很好。第一次来玩这个啊，是吗？大家都来过了吗？对对对，确定的来过吗？哎，天灵，你确定你有来过？有啊。哦，可是我主持的时候你没来过，来，你第一个，你先拿，因为第一个最冰嘛，好不好？你是男，哎，双臂下去，双臂，计时30秒，开始。等你。
不够热，这边加电哦。这个加热器，对，加热它会吃。哦，真的很冰哎。抽中千王哎，千王啊，双臂啊哈，来，双臂，谁像你们要拍双臂？你们这个片名可以讲单臂啊，独臂啊，独臂就可以了，独臂边摸边打。好嘞，预备，计时开始，双臂。我单臂就可以吧？你看，你可以单臂，因为你没拍双臂嘛。没有没有，你有没有去客串？没有没有，那可以。现在就会走，要说没有。没有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我觉得妥哥先来好，妥哥是前辈啊，我们怎么可以这样造次呢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小孩子明显。独臂刀王，独臂刀王，来来来来，预备备，计时开始。师傅，你给我过来！有没有？真的好用，交给你了，恭喜你。九尾，你做个演员，你就把它幻想它是热的，热上，烫死你，烫死你啊！先演没有用，现在还在逼。好，预备备，计时开始。那这样子啊，因为你是我们的 VIP 嘛，老客人嘛，所以我们特别优待两分钟。好，你现在跟大象吗？没有吃过草的羊，我们这很难遇到，这不尝一尝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嗯，好，吃到骨头，后悔了，我们一颗后悔，整条，这样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不要多一点？要吃多一点，你想大吃一点，多一点给你好不好？哇，直接淋上去，对，直接淋上去。哦，你们还没颜色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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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笑了，法式焦糖布丁。那这样子啊，因为你是我们的 VIP 嘛，老客人嘛，所以我们特别优待两分钟。好，好不好？两分钟。你刚刚安排我泡澡算了吗？预备，计时开始。慢慢弄，慢慢弄，加油！加油！保龄球啊，保龄球，保龄球啊，保龄球，一点都不冰啊，好热啊！哎，没创意，没创意，好热，不好热。
饭，对，好想哭。来来，加油，保龄球，保龄球，我喜欢保龄球，这个，这怎么？你跟他没缘分，没缘分，没缘分，收走，收走，收走。没有，我是现在是负责把东西都拿出来吗？下面除了保龄球，我摸不到别的。那就是他啦，来来来。保龄球了，没别的，我这样吧，我义气，我帮你们把保龄球拿起来，这样可以了。可以，掌声鼓励，就是我们的保龄球。不要怪我，我不录了，我看医生，太冰了啦，掉了。这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？真的没办法，太重太重。张哥，你好敬业哦。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刚听到旁边有人讲蒙眼，赶紧踹，继续。最后一秒，1、2、3、5、4、3、2、1。是顺利，一切平安，但是手会断掉，是这个意思。是这个意思，恭喜妥中哥。胜利。预防的是些料理是泰式河粉 ，Q 劲十足的河粉，吸满了酸辣口感的酱汁，滋味棒的让人不吃会后悔哦。妈妈，我要干磨啊。然后我才拿它去泡鞋子，对呀，好用哦，好香哦，这么好用，那么香啊，还厉害的脚香味，对啊，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什么味道？酸酸甜甜，你真的全部都可以捞起来，没有才刚打嘴，请你不要讲好吗？嗯，河粉好 Q 哦。然后呢，它今天这个味道啊，真的不是我想象那个泰国的那种料理的味，因为泰国料理味我们都吃过，大家很传统的那种感觉。可是它今天加了一个番茄酱在里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就多了另外一种更不一样的酸酸甜甜的感觉哦。来我，嗯，加油，该用的开始，加油。你跟嘉欣姐昨天晚上才用过，喂，没有没有，好吧，我可以直接用舌头吃，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哎。好难哦，哎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用，好恶心哦！哎，哎呦，好会，哎，好会哦，会好，一边都可以，好厉害啊！哦呦，好好吃哦，海瓜子超新鲜，好有趣的画面，这构图，河粉真的很 Q， 再次证实你的话，对不对？然后里面有。因为我很怕吃辣，可是这其实没有很辣，然后就酸酸甜甜的，真的超好吃。换你了，我想我用这吃可能会吃很久。接下来这个好像是我一个拉手够久了。哇，好可爱！对啊，你可以去动物园做事哦。哎，它的那个干贝好鲜甜哦。真的哦，我没有吃到干贝，可恶。丑啊！你现在是在跟大象玩？真的，不是象鼻子，好可爱。你要像，真的很特别，因为它有那种番茄酱甜甜酸酸的味道，和传统的那种泰式的酱料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一样哈。对，而且它的那个海鲜好新鲜哦。对，干贝超 Q 超软的，再配上这很可爱的绿色的小象鼻，一级棒。这很苦哎，怎么用啊？吸了吗？加油！这没办法吸呀，不进去。加油，你一定可以吸起来，快点！伟伦，快点！碎碎碎！哎呀，你没有去卖把布，真的可惜。什么东西不掉下来？干杯不要掉就好了。好，哎呦，厉害！一口吃掉，把布女神，一口太大了，一口把它吃掉。哇，把布女神好厉害！什么
拔不女神啊，从来听说。那我不是象拔的女神，那我不是皮鞭女王啊？怎么那么 A？ 啊？掉头发是吧？我很饿，我硬要吃拔丝瓜。拔不出的干贝，好厉害！这是干贝中的干贝，是每个人都有的哦。好，加油！我们欢迎拔不完。用舌头勾。啊，进去了！好厉害！哎，还有冰开水，好恶心！不是。这个现场好诡异哦！好吃啊！它的干贝怎么那么鲜，好甜哦！帝王汤，帝王汤，先加火云掌，先加个热。哎呦，这样就简单了。来，垫一下，被垫到，不够热，加热，加个热，有点酸酸的，然后一点点的辣，一点点辣，然后还有一点点那个。番茄酱的味道有点甜甜的。我只看过电蚊拍上面有蚊子，没看过电蚊拍有河粉，感觉这好怪哦。夹心的这些料理是加州炒饭，颗粒分明的白饭加上色彩鲜艳的蔬菜，绝对会让人吃了还想再吃哦。哎，你可以去，好害羞的画面啊！你可以去那个，去当那个大象天使，有没有？什么叫大象天使？对啊，跟印度国啊，跟非洲。这个饭粒啊，粒粒分明，有那种。这是大象化吗？真的有郁金香的味道哎，然后。嗯，那个杏仁沫啊，很脆硬。什么沃啊？刚刚弄的那个好油哦，会一直滑掉了。还有真正的皮鞭女王来了，是康哥的经验吗？当筷子这样吃啊，筷子太大只啊。对啊，有点难握哎，太大只了，快！你吃的快乐一点好不好？好像逼你做什么事似的。真的非常的好吃呢，我觉得春天来了，就像老师讲的，它很 light。因为你是用这一根吃嘛，吃完一口，然后这个可以干嘛，你知道吗？甩说太好吃了，这样子。好了，不懂，嘉欣姐表演一下，就这样吃完，对不对？吃一口，然后这边垂在这里嘛，吃一口，好好吃哦。这样会不会？为什么要这么暴力？让开，让开。有机，有机，有机的感觉。咕咕咕！我真的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炒饭，它有点像夏威夷炒饭，但是比夏威夷炒饭又更香了一点，更甜。哦，这个女孩吃应该很愉快哈。对，超开心。哦，这个口感太棒了。怎么啦？我刚刚只是觉得头晕。讲这个真的是，真的不赖嘛。一物多用。哎呦！那个。郁金香粉哦，真的很香，全盘都是那个味道。哦，好厉害！好，有画面。哎，没有人讲话哎。哎，对，哎，这个厉害哦。怎么这么好用？就直接捞出来就好了。整口下去，整口。你不要被电，你不要被电到。哎呦！好，配音。我要吃武汉照。讲一下你感口感怎么样？口感，干嘛弄表情？好吃到我快哭了。没有，那上面还有点葡萄干的味道。对，因为里面有葡萄干呢。它凤梨有点酸酸甜甜，不然凤梨是看到毫无盐的感觉。耶，终于帮我报仇啦！这张怎么不准了吧？没有。马上就要进行我们第二次的选择了，好不好？很恐怖啦，很紧张啦，紧张啦，大家反应很难预测，你们会选哪一个啦？好，当我们的绿咖喱明香河粉对上我们的香煎羊排蛋包饭，你想品尝哪一道呢？
吃过了风格迥异的泰式河粉以及加州炒饭之后，会不会有人改变了主意呢？到底哪一边的料理会成为今天现场来宾心中的最爱呢？这条，这我要到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有多一点。像我们的香煎羊排蛋包饭，你想品尝哪一道呢？一、二、三，请选择答。绿咖喱明虾河粉三秒香煎羊排蛋包饭，哎哎哎，等一下哦，哎，有大翻风的感觉哦，哎，因为之前你是选河粉的，火哥，对呀，你现在这个改我们的羊排啊，怎么回事呢？我问你。你什么时候看过这个羊只喝过奶没有吃过草的羊？我们是很难遇到的，这不尝一尝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嗯，好，说得好有道理哦。后悔了，我立刻后悔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对一件事情这么快就后悔。这个泰式的河粉非常的好吃，但是加州来的炒饭更吸引我，尤其是它五彩缤纷的色彩以及香甜顺口的口感。我懂了，一定是出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问题出在哪？就是那个鼻相。这个鼻相事情都是先说板块，对不对？证据很重。妈，麻烦买一下那个橡皮那个回来。你要吃，之前都好让你带回去。对，还有一个人也翻盘了。对啊，你是不是也翻盘了？我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明虾河粉实在太好吃，而且它里面的海鲜那么多，我怎么可能要选充满羊骚味的羊排呢？你说的对极了，人家就这样摔下丢粉，有没有？哇，是丢牌耶！哇，好酷哦！脸不要红，有勇气丢牌就不能脸红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只是现在试吃，只是小小的结论，不代表最后的胜负了哈。爸爸是你们两个一直在那边眉来眼去，害我都不会讲话了。有吗？对呀。我们怎么可能？对嘛？好来，还是没关系，马上来进行我们最后的料理。哦，是。来，我们要怎么处理呢？好，我们先处理虾一下。哎，你是绕一圈就把它剥？你是在剥香蕉吧？好吧。它剥壳怎么会像剥香蕉一样啊？是啊。这个后面把那个它的虾背挑一挑。火开，火一半，然后把它的泥肠挑掉。这个不要，刚刚那个绿咖喱。刚刚那个绿咖喱，先炒热它，炒香它，对不对？然后你需要加点什么呢？这个野姜。野姜。哎，这个市面上现在都很容易就可以买得到嘛。啊，好奶哦！凯蒂，你是不是喜欢奶的感觉？超奶。千佩，你是不是也喜欢？爱奶。爱奶，对呀。而且我跟你讲。什么？他真的很爱奶，我觉得你一定很爱玉芳啊，因为玉芳他们的这一道菜做的很奶啊。对，有奶香，你知道吗？泰国料理一定要有奶香的啦。还要加一点奶水。奶水。奶水。淡黄色的奶水。我怎么觉得是？这个放鱼露。哦，鱼露。鱼露在我们的这个几道的料理里面常常出现哦，加点糖。这是什么？纸姜。纸姜切成丝。对。哎，纸姜为什么要切成丝啊？这个丝的。哦，之前都是切成末，对不对？好。还有那个沙拉水。沙拉水，沙拉水就是笋，把它烫熟了以后，我们吃沙拉用的沙拉笋。哇，那好吃。那好嫩哦。茄子。茄子。啊，这是泰国茄子。春天的。那你怎么弄它的？你是水煮过还是？这个是炸过。炸过的。炸过的。加一点。加点辣椒。红辣椒。漂亮漂亮。好。去这个。提它一点辣味，还有调色的作用。还有柠檬叶，柠檬叶是不是在中药行也可以买得到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。你要去哪里买得到啊？到那个泰国专卖那个泰国料理，就放虾。整条放吗？整条。我到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有多一点。太厉害！你看那个锅子啊，热
然后把那个奶啊煮滚，有没有？然后冒的那个泡泡的声音，好好听哦，好像有听到咕噜咕噜咕噜火山的感觉。对，就是火山在一直在滚，有没有？对，你们好神话。是魔多吗？而且我跟你讲，光放了这几种香料，你可以想象那种味道吗？有办法想象吗？它就是很泰国式。没有办法，让我喝一口。没有办法吃了，可以快了。现在我们虾子，哎，你看已经变红色，好漂亮的颜色哦，熟了耶。对，差不多熟就好。差不多熟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煮太久。九层塔。哎呀，好棒哦。这就对了。哇，好奶哟。对不起，我们特别来宾有个需要看病吗？特别来宾有需要看病。弟弟还好吗？他要加强你的信心。对啊，真的好棒哦！而且虾子一样全身发红哎。而且你看他那个笋子，我觉得笋子在里面一定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脆脆的，对不对？还有脆脆的那个口感，香香的哦，嫩嫩的。对，一点颜色，哎，调配颜色。其实泰国料理很多很注重那个构图，哎呀，还有色调，有没有闻到那香味？啊，好好吃哦！有没有？椰浆有没有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这样的，太香了，好香哦。泰国茄子，你们一定无法想象它的口感，对对对，它是先油炸过。真的没吃过泰国茄子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河粉部分。哎呀，你以为已经完成了吗？还有没有绝招？师傅，绝招是什么？还有泰国甜点。摸摸渣渣。我跟你说，这摸摸渣渣可不是在外面普普通通都可以吃到的摸摸渣渣。师傅帮我们介绍一下摸摸渣渣有哪些材料呢？是不多啦，差不多十种左右。哦，我以为他要吐我槽，就要说不多啦。其实还蛮有自信说，也不过才十种而已啦。有哪十种料啊？雅达子，雅达子，雅达子甜甜的，就是泰国的专有的那个热带的水果，是很像蜜豆那种。对，有点吃起来有点像绵绵的这样。菠萝蜜，菠萝蜜，酸酸甜甜，女生最爱吃，好像蜜饯一样，有没有？红红的是什么呢？红宝石。红宝石，石榴石榴。榴莲怎么不加出去？哇，绿绿的部分是什么呢？这个是香兰条。香兰条哦，好像吃的那个像那个娘忍糕之类那样的东西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很特别，这是泰国的红毛丹。红毛丹，什么叫做红毛丹？红毛丹最重要是一点，我们还要加一点椰奶。对，椰奶才是完整的摸摸渣渣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就是我们的绿咖喱明香河粉完成了。好，那边一直很奶，对不对？刚刚忘了吗？我们这边有白兰地，加上我们的这个奶油所炒出来的那个 sauce， 有没有？这边也有奶奶的感觉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我们就煎这个杏粒蛋，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放在这个加州炒饭上面的蛋。哦，对，就是里面会包 cheese 这样子。哦，对，蛋包饭嘛。对，就一定要把这个饭给包起来，用蛋酱给它包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鲜奶油、盐胡椒在里头，鲜奶油，凯莉姐啊，不快不？看到个人没有很爱鲜奶油，对不起。来这招就对了，再选一个，再选一个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呢就把这个奶油丢下去，鲜奶油让它融化完之后，然后再把这个蛋加进去。哇哦，你这个蛋好像木瓜牛奶汁哦。怎么会这么美丽的颜色？像木瓜牛奶汁啊。哇，好吃哦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稍微让它凝固一下。哦，要凝固。对。那等一下呢，里面呢我们会包这个法国的这个 Amatil cheese。对。对。等一下蛋液会留在这个加州炒饭上面。啊？怎么会没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会感动呢？奇怪了。蛋液会留在饭里面。对。然后就会这样子随下来。对对对，这就是有一点半生的。半生的这样子。半生的最好吃了，滑滑的，很浓郁，你很容易变结。它已经差不多凝固的时候呢，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在这个盘子上。一二三，转，就是把它放，直接放上去就可以。直接放上去，对，没错。哎呦，哎，这样浇上去哦，这样就浇上去了。刚刚这个蛋液呢，已经慢慢的滑下来了，对。所以就把它这样子，哇！你们看到，半
半生不熟的蛋，有没有？有，滑嫩嫩，然后淋在那个饭上，加葱炒饭的饭上。哦，对，那我们最后再放一点 cheese 在上面。如果你想要吃多一点 cheese， 多一点钙质的话，就可以放上去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刚刚烤这个大概四分熟的这个羊排呢，香煎羊排，对不对？对，放在旁边。好。两大块，对，大块。那刚刚酱汁呢？现在已经有加热过了哈。这个黑胡椒的白兰地，哎呀，加上，哎呀，司机的来，哇，直接淋上去，对，直接淋上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哇，我们可以淋在这个饭上哈，好残忍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留一些呢，在旁边，你可以跟这个蔬菜一起配，你不会觉得太油。Unbelievable! 哦。叫救护车！天哪，这是太贵朋友了！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没有。我们的甜点是什么？法式焦糖布丁。小叶，女生男生的最爱，法式焦糖布丁。这个是呢，用这个顶级的鲜奶油呢做成的。那它上面呢就排满刚刚切的很薄的这个香蕉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用的这个是冲绳的黑糖。对，冲绳的黑糖。哎呦，厉害！然后呢，再加上一点点我们 local 的这个白砂糖。哇，这样子和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样子呢，你加上这个黑糖呢，不会觉得这个太甜，也不会觉得说太腻，就用这个。来把它烧一下，特别的香。你们看，来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用这个直接现场就烤起来了。颜色，你们看这颜色，来了，烧了。哎呦！而且要把那个香蕉有没有？然后这个就是把它烤熟，真的焦了。对。所以这个到后面呢，等一下你在吃的时候呢，它的味道呢会更香，更香。还有呢，刚刚这个烤过焦糖，它现在已经融化了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在吃的时候，它就会变脆，变脆。对，它就会变成脆糖这样子在上面。脆的。那最后呢，哎，有这个。还有最后，对，有这个加州炒饭呢，当然要有加州顶级的葡萄酒，就是我们的加州红酒，还有我们的法式焦糖布丁，还有我们的羊排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的蛋包饭，所以我们的香煎羊排蛋包饭完成了。左右为难，真的是左右为难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不分轩轾。其实哦，就是大家喜欢的那个口感哦，就是那种浓郁的感觉。你喜欢都是重口味的。对，你喜欢东方的味道还是西方的味道？而且都有很奶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各位真的是难题了，你要不要跟别人搏心机呢？还是坚持自己的所爱呢？注意听了，这是最后一次选择哦，当我们的绿咖喱明霞河粉对上我们的香煎羊排蛋包饭，你。想品尝哪一道呢？这一场充满视觉、味觉与听觉的美食擂台，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呢？是滋味鲜美的绿咖喱明虾河粉会胜出，还是滑嫩可口的香煎羊排蛋包饭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呢？下去，我不能一辈子逃避羊骚味，我一定要跨出这人生中的第一步，所以我选择想要挑战他，就对小羊排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而且我是不敢吃羊肉，而且我跟你讲，真的不敢。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我明明觉得天宁他要翻牌了，哎，你该不是我刚求你故意要整我吧？没有，我突然想吃羊。你知道他前面一直在演戏耶，你知道他就是跟他这典型博心机型的演戏派。我们现在要非常恭喜我们的天宁，还有我们的伟伦，还有我们的凯蒂，恭喜你们获得绿咖喱明虾河粉。虾怎么这么大？对呀，你看我的明虾，哇，也太大只了吧！那凯蒂，你先来，凯蒂。
你先来，市场买就有了。没有，你不懂，这是从泰国专门打捞运回来的，这是我专门为凯莉量身定做的。台湾现在什么没有？对呀，小心你的血管哦。血什么都有，有什么都把它吃下去。对，真的啊，好大块虾肉，哇，超好吃，什么味道？然后那个椰浆啊，都一直在它里面。我还有吃到那个糕，真的好好吃哦！真的，那个伟伦吃一下那个泰国茄子，茄子，是什么口感？没吃过，没吃过，对不对？这可以吃吗？哎，我没有看过人家吃泰国，是硬的吗？哎，很像，咬起来很像番茄，番茄吗？对吧？都是茄类的，加了辣椒粉的，哎，真的神的，不知道什么味道。张天没吃过，张天雷哦，好吃哦，听起来好好吃哦。张天雷，它的河粉比较 Q， 然后加了辣椒粉，还有点辣辣的味道。加辣椒粉不辣的是香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辣椒出的香嘞，辣椒。辣椒，辣椒，你后面的人真的很吵哎！人家吃完辣椒，人家吵别人啊！舌头有点麻，所以会大舌头。我们想用这么样道地的这个泰式的这个料理，我们要谢谢我们的阿谦师傅，谢谢。